是不是比较漂亮啊？然后呢，还会再放分支哦，它有很多很多的分支。为什么我要画手？为什么要画手？因为你最近有手。哦，为什么要画手？那个是手虫。嗯，树什么？看啊，你看树虫哦，你有看到树虫哦？不是嘛，就是那啊，树虫很多树虫，嗯，树虫一虫一虫，对，是不是一虫一虫？对，一虫一虫的。哇，好厉害哟、哦！那你有看到神木有树叶吗？好，可以再分支，再分大支的出来，然后再分小支的，啊、哦。大支的分出来，再分小支的。哦，还有垂下来的树枝哦。很漂亮哦，今天怎么了？今天我们要去做空中瑜伽。空中瑜伽？我要体验。你要做空中瑜伽？嗯，在哪里做？我也不知道。那么厉害哦！哦，还可以做空中瑜伽，太厉害了吧！啊，太厉害，太厉害！我不做了吗？还可以做空中瑜伽。哇，太棒了！
哇，一块地是不是？啊，你跟爸爸妈妈在哪里？等等才怪。然后呢，这边你可以先跳上去的爸爸妈妈。好，到上面啊，是不是？好啊，那你画出来哦，你画人可以这样跑到上面哦，画给老师看，我好想看哦。好漂亮哦！我觉得你的树还可以这样垂下来，然后可以爬上去，这样很好。我自己画的牌子。哦，牌子哦，因为我们去看牌子，我们去看神木，他就会写一号神木、二号神木、三号神木，他会第一个牌子在旁边。很厉害哦，很厉害，他有观察到，很好。可是你的一是写法？没关系。阿姨，你刚才反过来画的、哦。没关系，他画他所知道的，很好。很好，嗯，好。那爸爸妈妈在哪里？我都没看到呢。这里，他们在睡觉。睡？我在爬山，哪在睡觉啊？嗯。可是神木都没有人看呐、啊。有啊，丁。哪里？神木看吗？那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椅子哦。还是神木旁边的椅子坐了很多人，你知道吗？哦，是哦。还是你们去看天气变好了耶，真好哎。对啊，我们去的时候根本就是好天气，而且很适合走那个山，很适合走那个步道。嗯、对啊，我说哇，真好。对啊，你的步道还没有画出来、啊，我好想看那个步道是不是跟以前有一样哎。妈妈，要画步道给老师看看，哦，好不好？我很想看步道哎。对，那个山叫做拉拉山，对不对？那一天只有你们家的人去吗？还有其他人？还是有人？有很多人。哦，那很多人要画出来给老师看啊，要不然我都不知道有人，有很多人坐在那里，对不对？我。哦，好啊。里面有一个是你。你也可以画。先把人都画完，嗯。然后阿公阿妈，还有谁跟我们去？舅舅、弟弟哥哥。有喝水吗？有吃东西吗？还是都不用吃东西，也不用喝水，有吗？因为你口渴了就要喝水啊，是不是？要喝水，口渴了就要喝水。他拿水，然后我拿饼干。啊，你吃饼干了、啊。那谁喝水啊？妈妈。哦，妈妈喝水啊。那你吃饼干哦。然后爸爸只是坐着。哦，爸爸只是坐着啊。对，但是他忘记登山杖三次了。哈哈。Give my
你今天怎么想到不绑头发？因为你不是每天都会自己绑头发吗？对，但是我昨天洗完澡没有绑头发，跟我朋友一起玩扮装游戏。哦，你们昨天哦玩扮装游戏，那一定很好玩哦。啊，你装扮成什么？公主。哦，你装扮成公主了，啊，你朋友呢？也是。哦，那你们都是公主，那有没有王子啊？没有，因为说，然后因为。我朋友的弟弟跟我的弟弟，我们都把他们赶出去了。把他们赶出去啊？你们为什么要把他们赶出去？因为昨天是我昨天那个时间是我们的化妆时间，所以就把他们赶出去。对，我们想要安静的做指甲。我化妆时间在那里做指甲，对，你在那边做指甲，是不是？对呀。哦，哇，你们还会做指甲，真厉害！也会做指甲，哼，太厉害！所以你们玩得很开心，对不对？嗯哼。就把弟弟他们赶出去了，把男生都赶出去，只有女生可以在里面。是吗？哦，原来是这样。那你画的四个人，哪一个是爸爸？最大的男生。哦，那啊，他有耳朵吗？没有。啊，没有耳朵，电话来都听不到了。那阿公妈妈在哪里？架着阿公。阿公阿妈那时候去上厕所。是哦，阿妈没有去啦，阿妈没有去了。弟弟姐姐，阿妈怎么可以一个人去上厕所？这样有一点不安全。阿公也是啊。所以呢，阿公陪他去吗？嗯哼。阿公陪他去吗？弟弟姐姐忘记画了。弟弟姐姐，这怎么画嘞？你现在想要画什么？弟弟姐姐。哦，还有一个人。还有姐姐跟阿姑。哦，姑姑有去啊？阿姑啦，我们九九。哦，阿姑啊。我们九九跟阿姑的女朋友。哦，九九的女朋友啊。嗯哼。所以你们叫她阿姑啊？九九的女朋友叫阿姑。不是，姐姐的女朋友叫 Kiki 姐姐。哦 ，Kiki 姐姐啊。哦。妈妈，我有阿妈。
是哦。哎，啊，你们去爬去爬，是不是住在民宿啊？还是住在哪里啊？民宿。啊，民宿好玩吗？好玩，有好多。民宿那边远吗？但是不远。啊，是后面。那你要画路啊，画一条路啊，通到民宿啊。你要从那边画一条路通到民宿啊，那我才知道路啊。对啊，一条弯弯曲曲的路啊。好。好好，到了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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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好，那我还没画民宿，我还没画民宿。对啊，你要赶快把民宿画出来，要不然找不到民宿的房子啦。然后民宿长，民宿在树上。民宿在树上，你们住在树屋啊？好吧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你们要住在树屋。真的，你们真的有住在树屋吗？没有。好吗？你也可以画树屋啊！我要，我要，啪啪啪！可以画树屋啊！而且我们的那个，我们的民宿比我们还要小。哦，因为那是近大远小，远远的看东西会很变小。没有，我们近近的看还是像模型一样小。那你民宿那么小，只能给小鸟住啊？那你就赶快画一些小鸟来住吧，对不对？我们会挖一个地道塞进去。你们那天进去去一定有小鸟。刚刚我坐在这里都有看到小鸟在飞，而且在唱歌给我听。如果你到山上去有小鸟唱歌，一定是小鸟很喜欢你，它才会唱歌给你听。没有它。没有，他是在地上啄米粒，啄一两颗就回家了。好啊，那你可以画小鸟在地上啄米粒啊，啄面包的那个渣渣啊。有人可能会丢面包渣渣在那，然后呢，小鸟就会过去看它的眼睛。对不对？它眼睛这么大，啊，过去看看有没有好吃的啊！它的眼睛超大，啊，眼睛超大，这么大，真的，好可怕！那是一神鸟吗？怎么眼睛会那么大？有可能是神鸟哦，不是，是它自己。是因为他自己想要看看是不是真的面包屑，所以把眼睛弄得很大。真的，面包屑把眼睛弄得很大。因为面包屑太小了。那你们拿一个望远镜说，眼睛那么大。嗯。好。你们有带望远镜上去吗？没有带望远镜。好了，赶快画。如果带望远镜去，也许可以赏鸟。好，那你的民宿画了吗？民宿画了，在这里。好，看看你拿给老师看，我没看到哎。这么小，哦，这么小的民宿，好，很好，好 ，OK， 很好啊，很好啊。那你民宿的路上还有看到什么？要去那一条路要通往民宿，还有什么？有一个场景无敌迷你饭店。哦，其他的哦，饭店啊，那边还有其他的饭店哦。对，这么小，这么小，那么小不能住啊，要大一点。那是给蚂蚁住的。那你就把它画成一棵树吧。那是一个门。要去民宿的路上还会有一些路啊，没有路可不去，对不对？一个门，爸爸爸，一定有一些路的啦。要去民宿的路上一定有一些路，不可能没有路。好，我画路。好啊。画好路了啊！真的，我看看，好，这么，然后你是画了一只路啊，你是画了一只路啊？我跟你说，我以为是那个
动物的鹿，然后就画一头鹿。你是故意的吧？没有。老师是鹿跑来的。你是指鹿为马？对，因为一只鹿。这只鹿要过马路回去找他妈妈。那好像也不错啊。你就不用画他去找他妈妈。他妈妈在这里。哦，好啊。那他的妈妈是鹿还是人？人。人哦，那是你吗？不是，是鹿。哦，我以为鹿的妈妈是小米呢。是不是？然后呢，这里需要有一个有一个什么？一头车。一个什么？我们去拉拉山。走完步道后，我们还去一个好笑的地方。什么地方？就是一个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大桥的。然后呢，因为大家都想要在大桥中间用特技，结果每次都失败，因为每次他们正坐的正经才是只有一个车来了。然后呢，还有一个坐在马路中间的。然后那个车来了，然后呢，巴林大桥。对，然后结果阿姑拍到的是我们要。